其实哈，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看那个中央政府的部分哈。那中央政府部分的话呢，特别注意哦，它这个资料来源哦，我这边有嘛，就是中央政府它也提供一样的东西，可是我是没有比较过哪一个要新，哪一个比较快啊、哦？没有，反正就是我们主要是爬资料啊。至于里面资料到底有什么细节啊，你看这蛮花时间的。我光比对哦，可能要一点。啊，里面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这边有连结。其实就在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我刚刚把那个做完的结果也贴到这上面哈，加上资料库哈，怎么啊？刚刚这个程式，而且我有帮各位把那个重点哈，我加的东西用黄色的字 mark 起来，所以其实你只要照着方法加上去，应该就没问题。那底下的部分的话呢哈。不过特别重要，里面有一个栏位有问题哦，它有单引号，你可以用 replace 把它去掉，不然 insert into 会有问题。我们刚刚那四个栏位没有，但是就是如果你用到这个栏位哈，其中有一个栏位哈，就之前同学发生过，它就全部放进去，全部放进去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它里面呢有用到单引号，那怎么办？要不就把单引号拿掉，哦，我这边是把它 replace 什么呢？把单引号去掉。把单引号变成没有、哦啊、把它这个直接输出就 OK 了。那再来的话，刚刚、哦、还有个地方可能同学比较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地方 list 一里面的五啦，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输出的那一个什么呢？资料里面的话、哦、有一个那个、像这边里面有个时间，对不对、哦、时间嘛、啊、这个时间的格式、哦、它是年四个月日，这边总共有八个，那我只要后面这些的话，啊，其实哦，在那个 Python 里面哦，如果你要切割字串，其实我觉得哈、哦、比 VBA 简单，因为 VBA 用 mid 函数先找到位置第几个，啊，其实呢用 mid 9到后面就全部啦，后面全部有时候写一个打个99也可以啦，99就是后面全部的，它如果超过。可能后面只剩下六个字，但你打了99，它还是会抓后面全部抓回来，所以这个道理差不多。那只是说呢，它的算字数低 ，mid 哈，它是从第一个是说一啦，可是这边第一个字是零，所以如果你要第九个字的话，它就零，哎，到这边吧，零，那这边当然就是第八个了哈，八编号到后面，啊，后面我不知道几个啦，反正。你可以给它总长度啊，反正总长度这些字里面最后一个字、哦、啊，所以我的叙述方法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是一个字串，所以特别注意哦，它本身如果是字串的形态，你就可以在后面呢再增加一个中括弧，中括弧里面的话呢，特别注意哦，以后任何字串都可以，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打一个长字串，你去切它的字也可以，然后里面的话呢，中括弧。里面的话就是它开头的字第八个字到第几个字、啊、第几个字的话呢不过如果你打99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 OK、哦、打99也是类似像之前我们那个什么像命的、啊、我这边是总长度啦就是它本身的总长度、哦、我是没试过如果输入一个99超过它的长度会怎么样、哦、我试一下看看好了、哦、如果可以 OK 的话那表示这样可以过了哦、所以其实用 mid 的那一招、哦、在这边也可以受用。这个99意思是说，反正呢，我就给它一个超过长度，就是后面全部要了。但是如果你只是要中间的部分，你就不能99啊，不然它后面全部都要了，那就超过了、哦。OK， 所以特别注意哦，这种切割字串的方法也需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如果你会这个以后，你就可以留下你要的资料，然后再塞到 database。不然的话，如果你不会，变全部在过去，然后将来再切，其实也麻烦，干脆就切完之后直接放进去哈。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延伸到那个新，就是中央政府部分，所以底下哈往下走，那你可以看到呢，这边就会有一个是中央政府的部分，但是它提供的东西哈，其实不太一样。你会发现啊 ，Jason， 好，你把它点击进来，它会长得像这样子。那一定是中，它前面本来是中括弧，现在变大括弧。大括弧的话，其实就是 dictionary， 对不对？啊 ，dictionary 里面的话呢，我们要的资料啊，其实前面这些都不要。它的资料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大鹏华城？刚刚好像有看到中括弧在这里啦。所以其实哈、啊，
我们要的资料就是在哪里呢？上面的东西把它去掉，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去掉，然后呢，抓到后面这个中括弧开始，到哪里呢？到最后面这个中括弧结束，其实就是等同于新北市的资料。哎，所以它是不是等于再把它包一层，包一包啊？这就可以输出了。啊，只是说，哎，这个也是困难的地方啊。啊，这边的话怎么去看我们要的资料？啊，我的习惯是哈，在这边看很麻烦，所以我的习惯会把它按右键，另存新档，把它存到那个存下来之后的话哈，再利用什么呢？按右键 ，Notepad Plus， 为什么？因为 Notepad Plus 是彩色的，而且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呢，你选一个头，它会自动帮你告诉你尾巴在哪里，哦啊、另外的话，你可以检视里面自动断行，它没有断行变这样，然后你把它断行一下、哦，然后并且呢，我的习惯要彩色啦，不然黑白看起来其实蛮痛苦的。那语言的话呢，它预设应该会帮你改成 JSON，、哦啊、所以你可以怎么观察？这边是大括弧，对不对？然后它的这个是 key， 它的 value，key， 它的 value， 啊、哦，这个 value 啊，特别是哦。它有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说你游标放这里，它的大括弧红色的话，那它的尾巴一定会有个头有个尾，尾巴的话它会自己帮你也把它变成红色的，所以告诉你哦，结束在这里 哦。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这个 re-route 里面的话就这一个，然后它的头尾，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资料是放在这里面，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抓 re-route，哎，啊 ，reload 抓到之后的话，再往里面追哦，所以 reload 里面呢，哎，还有一个哦，所以大括弧哦，所以这个又一层，所以呢，等于是这个是外面一层 ，reload 的里面又一层，啊，又一层之后的话呢，当然这个是 key， 这个是 value，key value 啊，所以你往这找到这里，哎，又一个 key， 所以基本上哈、哦、，reload 里面的 recurs recurs 嘛哈、哦，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中括弧，所以。我如果要抓的话，就抓这个字典档里面的 reroute 里面的 recurs， 哎，所以变成有两层哦，有点像那个怎么讲阵列吧？以前阵列有两二维啊，哦，二维阵列，有点像二维阵列这种概念啊。所以后来我试了一下，其实方法很多啦，我就想说我用二维方式的来撰写可不可以？那后来没问题，所以特别注意哦，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抓下来跟前一题不一样的地方我讲一下啊，一样我就不讲了，反正一样你用后面都会。第一个呢，如果你要抓你就不能用 EVAL 那个不行，用什么？用 JSON。 所以呢第一个哦，我们用我把它改写一下，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改写的部分哦，那我这边有个 read JSON 的，反正就建一个 module 啊，里面最大的不一样是一，我要 import 一个 JSON， OK 好、哦、这应该没问题啦、哦，第二个的话呢，把它 UL 也许就加进来啊，再来的话呢，你就用什么呢？用这边呢有一个叫 JSON 点 loss， 我前面讲过哦，然后呢把 request 抓下来的东西丢给他，他就可以帮你解析出来。那解析之后的话呢，一样哦，他丢回来就是我名称叫一样啊，叫 dictionary 1好了，一的话就最外面一层哦，啊再来 dictionary 2反正就。啊、再来就是说，如果我要解析它，如果有两层的话，其实、哦、方法很多，网络上也很多方法、啊、后来我发现最简单的方法就用这一招，怎么样呢？ Dictionary 里面的有没有 reroute 里面还有个 recurs、啊、如果你还有一层两层三层，反正一直刮弧下去，这样子是最简单的、哦啊、你 方法很多啦，我只是提供一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 get 到什么东西呢？应该可以理解吧，哈、哦。啊，我把它 print 出来之后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啊，程式没有很多啦，就这样而已哦。直接把它 print 出来，哎，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中括弧开头，中括弧结束，哎，那你会发现呢，啊，这不就是刚刚用那个什么呢？用 evil 过来的东西，啊，后面不就都一样了，啊，所以如果你这些会啦，那、啊、后面把它接就是改到下面去。那就会可以接到我们刚刚的部分了，所以特别注意哦，最大的不一样哦，我讲不一样的地方，一样就不用讲哦。第一个 import 它 ，OK， 第二个的话呢，用什么？用那个 loss 哦，然后一样把这东西抓下来那个 HTML 哦，把它放过来，然后它会产生一个 dictionary 第一层，
所以这个时候抓到是最外面这个大刮弧，然后再来的话就针对那个 recurs 里面啊，对 ，result 里面的 recur， 所以呢你就可以一层这个 key 再一个 key， 哎，所以这个有点像两个 key 啊，两个 key 之后的话呢，它就抓到什么？抓到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外面的东西啊，第一个 key， 然后这个 key 里面又有一个大刮弧，那我们第二个 key 在这里，所以这个第一个 key， 第二个 key 啊，如果未来你还遇到什么？里面有些资料真的很变态啊，还有一层，还有一层，哇，看到真的昏头了哦。啊，你就一样嘛，反正一直串一直串啊。不过有时候我也偷懒哦，如果太复杂了，我先 print 出来看看好了。哎，有时候乱枪打鸟，要打中了就好了。反正说真的，有些结构太过复杂了哦，你有时候光要找那个，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利用这一招哦，以后只要是 JSON 的啊，如果你真的。假设你真的要练功的话啦，真的 不缺那个开放资料，因为我刚刚讲过那个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高雄市中央，可能超过哦超过万种哦 ，OK， 那里面如果你这全部哦都能够把它有效的做 get， 并且把它整理的话，哇，里面应该有蛮多东西可以用的，哦、而且有同学说这可以发财啊，我不知道这哦，做这把那股票呢。代号找出来的，那对照那个画股市盈利的日期，然后那照日期时间到，跑出来，恭喜你，今年股利所以进来多少钱？哦，哎，那很快的。哇，所以你看这种 know how 就不一样，所以你看，所以那个奥巴马啦，不过虽然他已经推了，他说那个这个是，叫什么？比石油还有价值的东西。对啊，因为如果你懂得去体验它的话啦，当然开放资料都开放了。这也是世界那个政府的趋势啦。OK， 目前北欧国家开放的程度现在超高，所有东西都通通 open 了。哦，啊，以后你也不用讲了，台湾慢慢也会这样啦。反正我 open 了，你就看数据就 OK 了。OK， 哦，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啊。待会我会把那个刚刚这个地方的哈程式也把它贴到那个下面啊，你们自己再参考一下好了哈。哦